头家嘛，个路唔插，就讲公司冇钱呢。像员工给资金费存退休金，可能都拖唔准呢。法隆三百人的员工，只有中阿台法隆头份厂门后抗议，明日上班轮流，唔本应和货物也算机海出业。安尼一日的已经超过两张日的，本人们都出乎强的系，政府希冲资金嘛给判罚也冇。台湾的劳动政策出了嘛个问题呢？继续来关心。法隆工会在罢工，法隆工会在罢工。从那两张冷夜的罢工空间，就算工铺们出面打合，资方还是小气的面对，唔肯结结。唔识嘅法隆员工，今天从苗栗行到台北，来到总统府面头前抗议。不过，身边行家多年来关心。法隆公司的员工，但是是用 Q 字的落腿，这逻辑法，法隆应该达成业，而提拔工资中业的2%到15%，到退休的准批金的政府。不过，法隆并没依法来判例，不少员工要拿到资遣费，都在资方来点头。公部门除掉发钱以外，也无奈何。但是其实过去20几年，依法提拨的公司可能不到10%，政府也没有在查，所以这个变成大部分的公司都违法。那一旦发生这种事情，好一点的公司虽然没有准备金，它可以另外从公司的经费支付，坏的公司就根本没有钱。因为法隆公司的债务初步按算出过他900亿元，这个总厂长陈文生私底下表示，也是法隆名义行抢救2500万的包材燃料来机械。大部分的土地也是机械，足见唔系法隆的。同时，不然扣阿美亚的土地留机械，就算不然拍卖，啲债权还钱的优先的损失蛋糕，佢根本轮唔到劳工。啲阿法律就讲，地上系去拍卖的东西，全部咪该要钱那个嘛该税金，国家的税金嘛，好了就银行团，好了将来就劳工。我就讲呢，你发展的你的太有问题了。以前老人家讲的，嘛该钱都欠的，都公民的钱欠的。但是啊，你出来发的怎么会变呢？劳工会排多钱了不？一般的公司工厂，佮变成讲跟银行借钱啊借太高，啊加个不动产工厂吼，加个厂房啊抵押贷了以后吼，加个欠的薪水也个欠的个银行的钱啊太多的时间 ，QQI 加都唔拉拿的嘛，银行的钱唔拉还的时间吼，啊杀下来个种个一般的员工的薪资债权。去年就是由立委提出啊修改劳基法，投劳通债权列作完全最优先的。表示日本银行团监管费和企业加压掉，因为增加银行放款的风险，对投资创业环境会当不利，也得理由来反对。前面修法也无结果。当时唔止吼，个企业家也系讲银行家，佢对伊咪讲吼，也会影响到佢下一辈将来吼，对一所有嘅公司吼，要放款的时间，佢要加钱半日企业来投资的时间，佢都会较保守。佢伊佢伊咪讲，一员工嘅薪资嘅债权吼，到底加个企业有其他嘅，佢冇办法事先放款的时间来评估。现在也系法律规范度，劳工求偿相对很弱势。不少按动一律，员工连电来装碟、调分中厂、留烟分厂太门前，买半烟筒的机械也系货来运出去。做起营业，员工一正业，票案公司根本就在法隆成立的恐吓公司。他这个都是那个夹套啊，两层的。不少叫封衣了，人家封衣了是报复，唔系讲有那义务啦，可以拉那个垃圾就落去。像中厂都。大部分的厂房虽然逐渐拆脱的，又得一件起作出车的材料。不过柜套的漆合石皮，则当地分率打包装修。员工做正业，也得对他送到华龙一人厂一组装来用。一分厂地度的机械也系货，一个本平安公司运走，做正业马个都无的。这个装了每本几套石皮啊，几套石皮也拆去越南的啊，台湾的华龙也不用活了。他现在在越南，他有布厂，有那个加工师，那个他现在是缺最上游。这个台湾那有一套最上游的，还有那二厂，还有三套。
员工的衣服，最后因为经济部送一电机的资料度，平安公司想了的经理人，就是做过华龙集团下半夜加速公司的发言人，江石加速公司的董事长，就是亚克华龙公司的总经理。故说华龙公司因为无论是平安也是中创都设备转移电机业，立即做开做榜一条公司，基本就是华龙成立的。其他白就讲讲目前，但是目前我就讲呀，目前都卖廿十批，都卖要个费用，要个经理来移这个设备呢，个钱要哪条来呢？好，其他白就讲哦，啲啊唔拉华龙无关呢，诶。那间公司励志的呀，那间那样的，那都是他资方的片面支持啊。是美政院长龚飞讲的，华龙平安都唔肯接受采访，无办法查证。故说有啲委员提出，应该修法，本劳工主管机关要行政调查权。有可能要掏空现金资产，那我怀疑的时候，还没有一只法律的个经济，那做的要求哈，要给行政劳工哈，劳工行政机关做的来介入，好来调查。今日出，今日设计来接桃园联福平子，当年天子一条十年前的官场的劳工，一刀劳费抗议，因为当年工厂恶性问题。下面员工当到的资遣费高后，员工唔掉那片求索，劳费只好用劳工退款的名义，本员工来领按天冲入基金。本来劳工投到，也是政府要退其求索的，果不将的判法。我想到按叫杀数到劳费很积极的完成的通知。虽然没有白纸黑字，但是口头上，哦，跟我们工会啦，跟我们。自救会代表了，还好几间的自救会代表都这样讲，我会向你们老板要到的时候，你们再来还这笔债。这个没有代位球场的事情哈，啊，这个贷款呢是给劳工去做就业跟相关的工作的协助啊，所以依照这个贷款的契约，它是需要还款的。所以有几十万元，都有将近百万元的经验，一般一条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工。我不将个行到几路行来处理救济，一下劳基法欠工资退贴基金制度，还有全国的雇主调价，达成一叫报废，还讲要管创的事件的时间，先由基金来退贴，资方欠劳工管创前六十年的工资，佮由政府留资方来拖。不过今日安泰的资遣费也退休金，三无包括的地度，长期以来劳工团体也讲。希望行较完善，推劳工求偿的制度，投资欠费、劳退休金都列作推贴的项目之一。因为劳退新制1994年开始实施，加上工作越来越不稳定，年资深的人越来越少，所以我们认为，其实这笔基金呢，只要相关法律修改，它是有相当的能力可以支付退休金跟资遣费。唔肯接受真实采访的劳费，私底下则表示。看看到土地风险，恐怕企业委托资遣的资金都送本政府，故所以难逃支付的范围扩大。不过劳工团体声音为，扩大支付还可做得比企业偿付更多，避免恶性的问题。就算造成基金的负担，最多也不过是让雇主再多缴一点保费，还在法律目前定的范围。而且也方便雇主的同业互相监督，你不要随便做欠工资、欠资遣费、退休金这种事，会造成我们所有的老板，一起来倒霉。我想雇主的互相监督啊，总是比我们小工人或小股东要监督经营者还要来得容易。为了要避免有个调价吼，恶性官场吼，将要精英全部服务政府，那要条件上吼，安样的来聆听，那因为讲将来的法律的修改吼，做得来重新来安样的来增加一只部分。因为今日新年的前春，差不多唔多国家的特色，食力包做开少，老的也无办法安稳的工艺的，明年爱下一诺。员工除了罢工，除了见黑面额，跟杭州的一样的呢。政府看到也一傻傻，又欠又无奈何的落空的时间。
咁精結，麥嘅烹法都無氣。